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变回一个人的一集？你有心准备了吗？等一下你看到结尾，我带出一个女儿 Jeffrey 来跟你一起做结尾。我们未来就完了，说不定你是带我带个男的嘞。今天我们想挑战一个东西，就是一日单身。对，这个会不会是我们出轨的一集，还是会想要变回一个人的一集？所以我做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想要试看哦，我们这样子一日啊，我们到底会有什么体验？如果单身，我们会怎样出去玩？然后会不会被搭讪，或者是会不会去搭讪人家？就是看我们还有没有 market 啦，就是还有没有市场。你有心理准备了吗？其实我说真的啦，你在跟我讲要挑战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一个概念的，因为我不懂说我要变回一个人的时候，我是要怎样过生活。所以这一集呢会分两集啦，对，你们可能会先看到我的，或者是靠玲玲的，对，我们还没有去确定啊，对，所以我们分开走，我们会一人拿一个 cam， 就是自己拍自己。等一下你看到结尾，我带出一个女儿 Jeffrey 来跟你一起做结尾。我未来就完了，说不定你是带我带个男的嘞。也是可以啊。这样子，如果人家跟你搭讪的时候啊，还叫你哎，达林可以跟你拍照吗？这样子不对哦，我又不是达林。我在你这里澄清下，很多人哦，一直要跟他拍照的时候，就一直讲哎，达林可以帮我拍照吗？我不是达林，达林是我们两个合。达林是我是达是林，就是达林。所以你们不要再叫我一个人叫达林了，我很尴尬。好，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出发到我们的影片。我自己驾车，你自己看，你要自己驾车来做对吗？ Okay. 我们出发 ，Let's go。OK， 我跟玲玲借了100块，因为没有钱。好，那我们去看他那边的，就是下一集啊。OK， 好。走了，走了，走了，拜拜。开心。拜拜。走了，走了。哎呀，如果早知道啊，给我计划今天重新计划，我一定会安排一个女孩子陪我去走街，这样，然后就是录影片出来给你们自己看到，哇，她就是疯了。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妹妹啊？那时候是这样的吗？对吧？我平时不这样啊，我也要拍影片，所以我去寻找妹妹给你们看。OK，Let's go。Much much much later。OK， 我到了，我们来把这个本子，下雨啊，懒得找位置。为什么选在今天单身？完全没有人，整个mall没有人。想找女孩子看，但是我们就不要找女孩子看，我们去找东西吃。OK， 女孩子最喜欢的 Victoria's Secret 卖内衣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嘞。很多路人啊，看到我这样子拿着电话当拍啊，他们觉得不懂在拍什么，然后很像很傻逼样子。可是不用紧，我们慢慢找，一定有东西玩了。今天一定给我很爽了。来买一点面包吃，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硬的面包，很好吃。选一下啊，刚刚玲只给我100块，所以我就可以吃面包。今天等一下我们就去喝奶茶那些。OK， 我选了一个超硬的面包跟一个超软的面包。嗯，一个硬一个软，给你们看几硬。OK， 我买两个面包才花10块钱嘛。等一下我要宠一宠自己去吃冰淇淋，因为我玲玲啊，已经拍给我看她应该吃冰淇淋了，我不会搭讪，我一定要吃比较好的。哎，希望以后可以成为 Watson 的代言人，每次去那边买东西，希望啊。OK， 我们期待一下。Meanwhile， OK， 我遇到一群屁孩，大大声喊我的名字，喊到超大声这样，然后那种喇喇仔一样，我觉得是 OK 的啦。可是不懂为什么这样子会比较丢脸一点，所以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上镜的那个 video， 就是讲遇到最不礼貌的粉丝是怎样啊，大概是这样子哦，就大大声喊你的名字，很粗鲁这样子，然后也不要好好过来讲要做什么，要拍照还是什么。一直大大声喊你的名字，很粗鲁的那种，给你很丢脸，在整个 mall 就是这样。然后还要一直跟踪你样子啊，跟踪你又喊你名字，喊了又跑掉，哇，真是不行，我不想走这 mall 啊，我要回家。就是这群，为什么一直喊我？喊超级大声，然后又跑掉。你们去反思一下你们的行为，如果人家这样子做，你们会讲，反思一下。OK， 没有没走了，因为一直被人家跟踪，一直被人家喊到大声名字，直接想要走了，想离开。然后啊，我们的 parking 费是15块，我买面包是10块，所以
可以用25块啊。好，我们现在我就挑战一个人去吃火锅，看一下是什么感觉，蹦给不给点哦，单人火锅。2000 years later。OK， 我来吃我朋友开的火锅，火爆锅，应该是 JB 都懂啊，最出名的了。来，下去吃单人火锅，哇，超级划算呢。现在的时间吃啊，优惠双人，然后哦，这个可以选8样，然后这个可以选2样，哇，加起来就16样了哎，然后才59.9，超便宜，哇，59块罢了，你看，香锅牛肉2个，然后又有老虎虾，又有喇喇，哇，极爽，极划算。刷一个牛肉片来试看。OK， 我吃完了，然后我现在呢决定要去奶茶店看一下可不可以有几率碰到美女啊那些。去奶茶店碰美女啊是阿错脚哦，阿错脚，有时候会去看一下 cafe 啊，去看一下有没有美女走来走去这样 啊，完全就是阿错脚哦，所以我现在就去阿错时常去的奶茶店。OK，Let's、okay? go， 现在来到啊这种地方。啊，这个是在我工作室外面罢了，可惜下雨哦，下雨。这环境不错哦，傍晚如果没有下雨会比较好。然后我们下去找奶茶喝，希望可以有什么收获啦。OK， 我来到你喝茶楼，有遇到粉丝。OK， 嗨，我这样子就是很棒的粉丝，因为我还有遇到一群就是没有礼貌的粉丝，我们是属于那种很有礼貌的。乖 ，OK，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汤头啊，然后就坐在里，如果一看到美女，我就直接拍给你们看。OK， 因为玲玲哦有自己在她的 story 就讲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唱 K 那些，就很多人来骂我啊，为什么你丢玲玲一个人，然后包括我妹妹也是来骂我，怎么你丢玲玲一个人哦。对哦，只要我就是没有陪刘琳娜，我就是错啊，就是一天啊我都不行。我觉得老天啊是要给我的单身日注定是险的，然后是下雨怎样办，然后完全没有人经过这边懂吗，我坐在外面一个人抱，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想别的地方去。 OK， 嗯，可能去喝一点小酒还是什么，看一下有没有艳遇嘛，没有的话就睡觉，回家睡觉。 A few moments later， 哎，恋爱了恋爱了，走，没办法，没有看头，这样久还看到一个女孩子，可是是恋爱了的，虽然我也是恋爱了啊，可我想拍到那些一个女孩子这样帅这样子，就拍给你们看的啦。 OK， 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所以我们就走，我们下一站 ，Let's go。哎，我看到 BB 耶 ，BB 不在我旁边 ，BB 在这边。OK， 我们挑战失败。哇，其实是我不忍心给玲玲一个人在外面了，因为现在下雨嘛，然后还要做 grab 跑来跑去又淋雨，然后他讲他手上又拿很多东西，应该是逛街逛很多啊。我们要看下一集才懂。然后算了哦，挑战失败哦，像我现在去载玲玲，然后就回家看她买什么东西。Let's go。OK， 这样子今天半天这样的体验啊，是不是很不好的？因为很迷茫，一个人也不懂是什么。我相信玲玲啊，也是这样子，所以让我们来采访她一下。OK， 你看啊，拿大包小包，要不要快坐上来？我坐啊，坐是坐上我的副驾，来，坐下来。我在想啊，这个人为什么可以买这么多东西，然后我只买了2粒面包吧。我在跟你讲，你不能放女孩子出门，如果你放她出门哦，她会到处乱买，你懂吗？ OK， 想要看她买了什么就看下一集她的。对，但是我买的都是为了你。OK， 所以这样子我们下一集看她买什么。你想不想我呢？你有没有想我啊？你超想，要不然我会这么这样找来找你。我就打算一个叫美女。 OK，那么回家讲一下我总结。好 ，Let's go。所以我的总结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去哪里都没有目的，不管做什么，人生这样废掉这样。所以好，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号、打开小铃铛。然后你们也要看下一集是他的哦，看他到底需要你推荐，然后他买回来的东西。我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说。好，我下个影片见，爱过了瘾。